一部由 BHTEL 以及 WWE Studio 合作出品的讲述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故事的动作片 Birth of the Dragon 龙之诞生将于8月25日在全美的院线上映。这部美中联合制作的长篇改编作品取材于李小龙生平的真实经历，并且由奥斯卡得奖团队编写剧本，喜欢李小龙的民众们千万不要错过。电影《Birth of the Dragon》《龙之诞生》以1960年代的旧金山市故事为背景，故事讲述成名之前的李小龙一直努力进取，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旧金山市首屈一指的功夫大师。在1964年，一位来自中国的北少武术大师远赴旧金山市，并接受李小龙的公开挑战。李小龙的一生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据说当年只是少数人见证两人的比武，至于比武的结果至今仍是众说纷纭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场世纪比武奠定了李小龙功夫巨星的地位，并将他功夫的影响力传遍全世界。天下卫视编辑报道。